嗨，我是 MB 大熊 March Bear， 我们等一下要去交换礼物了，这是我准备的礼物。我们晚一点再来看看我送的是什么吧。出发，大家都来准备礼物了。这一个人他不知道到底在拿三角。没有，我是想说把布马袋子拿来那个装礼物吗？哎呀，可以啊。而且你看今天这个很可爱哦，很 cute， 拿那个来交换礼物啊。不要，那个袋子比礼物还贵、啊。哇，你礼物看起来太大哦。因为我要抽到阿轩的，你会为了你这句话后悔。过完白过完脸，老是穿交换礼物。红锅还买锅啊？新朋友啊，大件件。是，你不要在那边讲那种话，你要讲什么讲啊？我很用心。啊，超给白。好了，我先。你可以要这个。我要这一个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，我那个。可是我们不是说不要让人家知道是谁送的吗？那这样我们就等一下就知道是谁送的啊。一定知道啊，当然知道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。你知道这有多能走，你还这样子给我拉断，但是走一次会死掉你呢，很难。我说我是阿轩的、欸，你知道我的、喔？对啊。干，那你爽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抽到小金剑的，小金剑的，那可以用吗？是小金剑的礼物，哦，很正常的东西。我问你啊，你先给你你两个在那边上屁啊！阿邦，我觉得阿轩很怕，都是阿邦的。哎、欸，我抽你的、欸，我干嘛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很死理了，我觉得你会开心的、欸，跟怎么刚好这样就交换了，怎样了？问你呢？你喜欢小鸡店？不能再讲那一点我跟阿邦会拿到他自己的。不行，那最后就是小倩倩要跟阿爸换的。不行啊！阿爸，我就是拿到阿虎的。耶、yeah. ！所以谁拿到阿虎的？啊！看阿邦的很拿到很高级的礼物，没有。等下阿邦拿到礼物，阿虎。要猜了吗？可以啊，我们要谁先猜？阿邦在这里，好大哦！我问他，我的画面还没有表情包啊？没关系啊，我不需要表情包。他有两个都是啊，两个都是他。为什么送两个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金额比较够啊。我送的时候没有 care 金额，就是从家里面拿不要的。没有，这五百以下，两百以上。其实我那个不知道怎么超过五百。我那个不知道多少钱。我那个八万加五百，我送超过五百。我跟你们一共花多久？夸张。杯子。你们说不会有表情包吗？我看到表情包了。好看，很用，而且还是很可爱的杯子，而且是对的，是猫咪的，对啊，猫咪的杯杯，好可爱哦。小金店完全不屑这礼物，我是不屑，是我想说，应该不会是马克，你说是马克杯，万年马克杯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应该是什么茶壶？茶壶吗？一整桌也可以喝下午茶，茶壶，那个是下午茶的套餐。这是一个圣盒的感觉啊！你们的礼物很漂亮哎，我礼物很香哎，而且是我抽到好天币哦！你还记得我礼物你抽的你开门？你的礼物一定要放 YouTube， 超酷哦！啊！为什么两个东西也差太？你一张奖哦，我刚也有，你一张奖，你哪里听了你一张奖的？阿爸还在鼓掌，你看阿爸，大家都在鼓掌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家的饮料，是阴阳，那只是在买印章，要旁边印一下。哎，所以你们的礼物应该都要比这个好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的礼物比这个好，真的假的？这个礼物还不错。所以换谁猜？阿邦猜，阿邦猜。
我就不用猜啊，你们不用猜是这样的。那边不是，那边是小贱贱的。来来来，阿福在这里，包装就礼物。那小贱贱男生，那不用包，那个包装是看得到的，包装看得到没有？拿起来，不会拿一瓶酒出来吧？开车请勿饮酒。那个包装小心，那包装。500块嘞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包装应该是网中的，可以吗？为什么这包装那么贵？没甜点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晚一点吗？因为我们好像没吃够。为什么这个包装会这么贵啊？是空气包装，真的很奇怪。可是这瓶酒看起来很贵，是那个你要巧克力草莓，是蛮好喝的。草莓的，草莓一个草莓，我要草莓，法国很有名的梅洛红酒，然后我梅洛红酒，哇，好高级啊！人家要喝红酒，为什么不会送那么高级的东西啊？太高级了，这两个是我们不是说家里面拿，没有用到，家里面拿的，没有用到吗？没有用到的，那因为我们当初是买一箱啊，来喝的，一箱喝剩的，是你拿到谁的礼物？我拿到。小尖尖在我的小尖尖旁边，小尖尖，来，这是小尖尖，这个是小尖尖的礼物。虽然他有点胖，但是他人很好，他有点胖而已。礼物三十四，网络随便，网络不到东西啊，网络不到东西。对，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要重新。不是还长不会？那个卷毛的，我觉得你有第一半，这一半有事情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吗？哎，字很粗哦，你看一本字典，英汉字典，高中的时候看的书，什么？亲，是基本吗？好像还蛮适合我的。为什么会看起来厉害啊？商务套什么？商务套装，青花瓷，不是国粹麻将哦。没有，为什么要是青花瓷吗？没有，饼干不会包成这样吗？那些东西我也觉得很压抑，自己在装什么？行动电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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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，这个礼物很厉害哎！你为什么把别人拿给你的油门来送给别人？因为你觉得抽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我很实用哎，这个很实用。行动电源好厉害，因为我没有行动电源啊。哦。我一直想要买，一直没有买。哇！那我来看看。我的。哎，不用，要算了吗？哎，手上我的很香哎。这是我的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有点难用，我看了。好像有桌游啊，桌游。你停在那边玩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直梦寐以求想要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是一直想要的收纳柜？哈哈而且里面还是很可爱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交换礼物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满足大家的心愿有没有？那我的很香哎！你要帮我拍吗？你要帮我拍吗？我要叫阿福帮你拍。对。这什么？送那些哦。你是素的，你刚挂你啊？你要帮我拍吗？我已经按录影了，你直接走开。我不敢的。这是阿轩给我的礼物，我觉得我应该拿到冠军，就是真的吗？你要付今天的餐费了吗？我来猜喽，小金子，你们刚才认不是我了吗？我的又是我，不会，你们真的是用什么天的东西？整个里面还有盒子哎。哦，那盒子，我把盒子是本体了吗？不是，那盒子是盒子而已，盒子。那我拆开了，好，请开。棒棒。给你，我帮你看这里，这里。我觉得你打开来，你打开来，他会马上把它盖回去。把上面那个透明胶带弄掉就好了。我现在有点害怕，不要打开它。我有用那个泡泡纸包住，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收回去。这么严重的东西，很严重，非常。
长不一样，要收银座。等一下，我没看到啊。拿出来看一下。好了，这节目根本不能播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节目根本不能播。没有，我现在拿出来，我现在拿出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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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它上面的标题标语就好了。这有什么东西？没有翻面，翻面，翻面，翻面。哦，它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有写英文 open up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所以是门把，门把。是门把，门把，是门把，没有错。是一个水晶造型的门把。水晶门把，全力力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啦，今天我们开箱就到，好，拜拜。